一个人醉驾能醉到什么程度呢？前两天慈溪交警啊揪出了一只重量级的醉猫，到底醉到什么程度？咱们一起来看。哎，那底盘含住，好，吹像吹气球一样的吹出来，吹，有这么多的，好，吹出来有457了了，这个酒量很好嘛，喝了多少酒了，中午？那这里名字呢？这里写名字。呼气式酒精检测结果为每百毫升457毫克，这是超醉驾标准5倍以上啊！驾驶人王某回忆，当天中午呢，他与父母一起团圆聚餐，父子二人呢是推杯换盏，大约喝了2个小时，5两白酒下肚后呢，这王某就迷迷糊糊的载着儿子骑上摩托车回家了。至于之后是怎么会躺在地上，他已经完全断片。目前，王某因涉嫌危险驾驶罪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，